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3年2月17日，布鲁日 vs 宾菲加，多蒙特 vs 车路士。上半场，祖奥菲利斯罚球传中，泰亚高施华用手将球打进被判无效。卡尔夏维斯右路横传，祖奥菲利斯带球过掉防守球员推射击中门框弹出。马里奥斯和夫大禁区线上都射偏出球门。下半场，列斯战士罚球攻门被扑出。多蒙特后场发动反击，卡连艾迪耶美高速带球突破，利用速度强吃安素费南迪斯，并过掉出击的阿利沙巴拉加，推射破门取得领先。卡列杜高列巴尼抽射被门将扑了一下后滚向球门，安利捡门线解围。安素费南迪斯远射被扑出，最终多蒙特主场1-0车路士，成功抢得晋级先机。感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，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